山东雨冠机械有限公司，坐落于山东省会济南，南北接壤济青高速与309国道，濒临济南国际机场，区域位置优越。公司始建于2001年，注册资本1000万元，职工200余人，其中高级工程师20人，专业科研人员30余人，销售精英50余人。公司现有专利20余项，并已通过 ISO 9001、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CE 认证、SGS 认证等。雨冠作为领先的设备制造与工程服务商，产品涉及新能源成型设备、饲料设备、有机肥设备等三大系列200多个品种。公司产品及成套生产线均通过国家权威机构质量和技术认证，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质量规范，使公司的各个部门、环节、岗位的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，从而确保我公司的产品质量多年来位居同行业之首，并多次荣获全国机械行业百强企业、阿里巴巴金牌供应商、质量服务、信誉5A级生产单位等荣誉称号。多年来，雨冠机械有限公司为适应行业和市场需求变化，专注于产品科研与开发，注重提升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，在强有力的领导下，确立了以安全高效生产为理念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，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使命，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战略思想。为实现产品的高品质需求，公司大力实施技术领先战略，在自主研发基础上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，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。同时，公司严把产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，从原料采购、零部件加工、焊接、装配到成品出库，均严格执行品质第一，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生命。公司所有产品在出厂前均经过技术人员严格调试，确保产品质量。目前公司拥有大型数控切割机、大型卧室躺洗床、精加工卧室车床、大型万能洗床、数控模具加工中心、300吨压力机等30多台大型生产加工设备，并拥有国内先进的产品质量检测中心，配备了各类先进数据检测设备，同时对生产出的成品、半成品进行严格抽样检查，及时消除不合格产品。每一个新产品的诞生，无不包含着工程技师的艰辛付出与智慧精华。围绕国内外客户需求，不断提高生产水平，完善设计制造理念，研发制造出立式环模颗粒机、卧式环模颗粒机、平模颗粒机、木片机、粉碎机、混合设备、烘干设备、冷却设备、包装设备、生物智能源成套设备、饲料成套设备、固体垃圾处理设备等主打产品，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了大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装备和技术。公司围绕市场需求和技术领先持续创新，产品凭借高质量、精信誉、优服务三大价值主张，远销欧洲、北美、南美、东南亚及非洲市场。为客户提供优质完善的售后服务，这不是一个承诺，而是雨冠机械完整销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公司综合实力的真正体现。之所以能在激烈的机械生产市场上遥遥领先，与公司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售后服务价值主张密不可分。雨冠机械有限公司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形象，建立了良好的口碑。从国内第一台饲料颗粒机销往烟台，到饲料生产设备陆续占领内蒙、黑龙江、四川、江苏等国内各大市场，从第一台木屑颗粒
以单机销往浙江，到第八条生产线完美落户。从马来西亚客户购买第一台颗粒机，到安装六条颗粒机生产线，从乌克兰第一个销售市场到羽冠产品迅速占领世界销售市场，无不反映羽冠成熟的生产技术、卓越的生产能力，时刻彰显着羽冠机械的综合实力与优质服务。历史辉煌是一幅优雅恣意的画卷，未来发展是一篇精妙绝伦的乐章，创世界品牌，做百年企业。朝气蓬勃的羽冠人正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谱写公司发展的崭新篇章。羽冠机械有限公司正以客户第一、员工第二、股东第三为目标，以优质的服务为信念，以品牌信誉第一为原则，以环世界一片蓝天为使命，以豪迈的热情、铿锵的步伐，奔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，奏响更加壮阔的乐章。